时，现在是校园开放时间，而且校园中有很多人都要早上投票。快快快！同志们，大家在学生的时候，你还不回家？为什么你今天好像这么样啊？同志们，你们看起来很累哦，想来点提升的东西吗？会让你精神好像超人一样哦。不能随便拿什么东西啊！啊，没关系，场地大，说说说，他可以提升。不行啊，老师要说话，不能随便乱拿别人的东西。那没关系，场地大了，说喝咖啡可以提升，这有一杯好喝的咖啡。你这杯咖啡是不是有问题啊？真的没问题，包装完的精美品咖，我刚刚才买的。真的耶，看起来都一样哎。爸爸好运气，爸爸。Thank you.
新民高中109学年度社团成果发表下半场即将开始。